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，一切都变得精彩，所有的温暖，所有的关怀，你值得最好的爱。我们今天来爬嘉义的什么独立山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稍作休息，没有小鱼，哦，又是嘴，哎，又是，这有个吊桥，至少是白天走吧，那可是很硬，这风景，你这边很硬，受伤呢，大家在休息中，嗯、一切还好，很棒。我们要到吃饭的地方了，快到了，我们要来这个粮食局餐饮啊，真的到了呢，耶、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， 我很棒，我很好，我到了，一点都不累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等我们两个，哦，啊，这谁点的呀？金敏，勇哥。跟金敏，男生们点的，我女生们负责吃，然后上来这边是泡茶，你就可以自己带茶叶，然后和大家一起泡茶聊天休息，还可以拜拜。然后因为这边大部分的老前辈，所以他们都会说台语，这个就可以。然后上面这个是台湾的槟榔树，然后再还有一个石狮子，石狮子下面是一个小球，那个是个男的，公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象、大象，这里就有一些茶具，你就带茶叶上来，然后用这里的茶具啊泡茶。一边泡茶一边欣赏高山的风景，好像快下雨了。大家好。然后下来有个火车轨道，这里还能买爱玉冰和冰淇淋。大家在拍照。完美照，我们下山结束了。累到不行，知道回家了。没有，就是要 有看有没有。The next day， 绿绿的跟刚好绿绿的，真的，哇，漂亮嘞！我在录影，我要放进 vlog 里面。就是。可是我的方案是你买两堂 A 活动，我可以给你优惠的价格。这么厉害，你研究一下，等于说他可能就变成他会有说。收音系跟订阅系的在不是吧？我没有，The next day。Oh, 小白，嗯，哦，
妹妹累了。哎呦喂！我去哪里 ？Hello， 你要去哪里？拜拜。妈妈！给他的那条狗的话，自己拿。叫了。啊？你有名字吧？名字，他我们要耳朵啊。阿姨做的车轮饼，这不是车轮饼吗？是啊，等一下，哦，这样做的呢。吊船啊？车轮饼的做法。学回去马来西亚，哎，马来西亚也有啊，有啊，我可以去兼职卖车轮饼。干不要？太好心了，太好心哈，你做不了的。他对我叫呢，哎，他在对我鞠躬呢。那可以吃吗？会啦，他会吃啊。哦，他这一只呢，他可以吃吗？可以啦，这个草他都会吃。这有马呢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小马。里面有一只哦，两只啊。